今晚央视中年春晚就要和大家见面了，邓伦、张艺兴、TFBOYS、迪丽热巴、钟汉良、朱一龙等全都在春晚后台现身了，堪称大型让人心动现场。他们不仅是过去一年最受欢迎的流量明星，而且是既有美感又有实力的演员们。2019年春节联欢会真的是一个难舍错过的节目啊！今晚你最期待谁的表演呢？我好喜欢你。可不可以一起我们去看到你第一眼就能够让我心动，一起好像在娱乐实时报道。